历史性的一个。待会我们喊吴怡农，大家配合一句话，赢得胜利好不好？我喊吴怡农，大家喊赢得胜利，然后赢得胜利完，三二一才带一起抛，记得哈，这样可以哦，可以哦，不可以先丢，不可以先丢哦，记者只有一次没有 NG 的机会哦，我们喊吴怡农，大家喊赢得胜利，对不对？然后共同喊三二一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没有 NG 的机会哦，因为彩带只有准备一份哦。怡农 ，OK 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台上的后援会准备好了吗？我喊吴怡农，大家喊赢得胜利，共同喊三二一，转过台湾，我们两个喊就好了，好，来。谢谢我们在座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所有的支持者，接下来剩四十天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，把我们的吴怡农送进国会，下架吴思桓，拜托大家，拜托拜托，1月11号共同要来支持赖清德、蔡英文，以及支持我们民主进步党所提出来的所有的分区候选人，重点的是政党票，绝对绝对一定要支持民主进步党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今天的造势不是结束，是努力的开始，请大家一定要回去一票一票的拉，一天拉五票，一天拉十票，帮忙打电话跟你的亲朋好友讲，我们有优秀的立法委员吴怡农，我们有优秀的不分区立委范云老师也都在里面，还有我们有强而有力、坚强勇敢的蔡英文总统，还有赖清德副总统，可以一起守护台湾。在这边诚恳的拜托大家，明年的1月11号，跨几个地方，把你的厝边头尾朋友讲一下，亲朋好友卡一下，一定要出来投票，一定要出来投票，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民主，来，我们帮吴怡农加油一下，吴怡农。吴怡农，动算！吴怡农，动算！怡农，怡农，怡农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！怡农，怡农，怡农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！自即马登记开始，大家共同甲吴怡农到 Q 票，做伊的靠山，做伊的后盾。咱伫个1月11以后，我们共同来庆功宴，好不好？好。拜托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感谢大家这么早起哦来到这边。如果有需要参券要支持吴怡农的，参加吴怡农的募款摊位，麻烦跟我们工作同仁询问一下就可以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准备一些台湾美食，如果要跟吴怡农拍照的，可能要稍后一下哦。那开放，来，我们要拍照的，麻烦大家排队，我的上舞台跟他拍照好不好？来，带你展示啦。等一下，排队要排队，麻烦一下。哎，哎。他说他要跟他们拍照，我们以舞台做一个隔界哈。哦哦哦，来先拍照拍照。哎，谢谢哦，谢谢。你要站着跟大家拍照，上一个人上来。哦，抱歉，因为人太多，所以我们以舞台为界，一个一个上来，拍完了就换下一个。如果你。